中方注意到阿富汗塔利班有关表态，中方期待阿富汗塔利班与国内各派通过对话协商建立开放包容的政权架构，实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切实保护外国在阿富汗的机构和人员安全。同时，我们也期待塔利班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各类恐怖主义势力，切实履行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邻国安全的承诺。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帮助阿富汗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